果你不想死的话，安分的。怎么回事？这衣服这么脏都没发现？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可能是刚刚太外景沾到了。丽丽，你来了，我还以为今天你赶不到了呢。我必须要来呀，你可是我最好的闺蜜。真好。你这未婚夫是怎么当的呀？爷爷衣服这么脏，你都没有发现？是我。你可一定要好好对爷爷呀，你要是敢欺负他，我可饶不了你。卡牌就先到这里，婚礼晚上7点钟开始。哦，等一下，帮我们三个人拍张照片吧。来，看我这边啊。来来来，先站好。来，放心。来看这边啊。好嘞。爸爸，我就要结婚了，在这件事情上您错了。程俊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他对我很好，也很有能力，帮我把公司打理得蒸蒸日上。爸爸，你放心，
我会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温丽丽，你又能不能不要搞那些小动作？怎么了？你不喜欢？对，不喜欢。被林岩发现怎么办？那我苦心经营多年的不就全白费了？可是越危险就越刺激。亲爱的，我有礼物送给你，化妆间桌上有一个礼盒，打开看看。你听我说，真的，你听我说，不是你想的那样的。那是什么样子？陈俊，我对你这么好，我把一切都给你，你为什么要背叛我？我错了，不，你要相信我。妍妍，你千万不要误会，我跟陈俊什么都没有。你来干什么？把钻石还给我。你干嘛？还给我！你冷静点，妍妍。还给我！事情，他不会放过我们的。马成俊，他不死，我们都要完蛋。救我！救救我！集团董事长林岩意外坠楼。据悉，林岩与其未婚夫马成俊因结婚当日两人在楼顶自拍时发生意外，林岩因脑部遭受重创或将永久性昏迷。林氏集团现由其未婚夫前任 CEO 马成俊全权接手。从今天开始，我们林氏集团迎来了新的董事长马成俊先生。妍妍，你不是一直希望我要幸福吗？你就放心好了，我跟成俊呢是一定会幸福的。明天发布会顺利的启动，我们就能转移林氏剩下的全部资产，计划就完成了。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正大光明的在一起了。现在时机还不成熟，况且林岩还在呢。
虽然他以后可能都只是个植物人，但我现在毕竟还是他名义上的未婚夫。按照你的意思，林岩他每天躺在床上半死不活的，我俩就只能偷偷摸摸的，还上不了台面了。你都已经住到林家来了，还要怎么光明正大拿个大喇叭向全世界宣布？我想。你想什么想？扫兴。今天开始，我不想再听到林岩任何的消息。知道该怎么做吧？知道。昨天是你救了我。对。你为什么会出现在医院？碰巧路过。碰巧。你和马成俊是什么关系？你忘了，当年是马成俊让你开除的我。那你离开林氏之后去哪儿了？都不重要了，先把这个喝。不用了，我回家。以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你觉得你做得了什么？我可以去找表舅，去找我爸的老部下。马成俊早已今非昔比了，不是你能动得了的。而且现在公司上下也都是马成俊的人了，实际上你早已经无家可归了。马成俊跟温丽丽每天住着你的房子，花着你的钱，就算你拿回了公司实际的控制权也没有用。马成俊早已转移了公司大部分财产，林氏只是个空壳。或许我可以帮你。不用，现在送我回林氏。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我们林氏集团和腾飞公司的地产项目即将拉开帷幕，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董事长马成俊先生致辞。首先感谢各位大驾光临，来到我们林氏集团与腾飞公司的合作项目的发布会。今天突然醒过来，发现我什么都不记得了。不记得了？啊，什么都不记得了，这是怎么了？太好了，太好了，各位，一定是我的真心感动了上苍。我未婚妻林岩在经历了意外昏迷了整整三年，今天奇迹般的苏醒了。原来
太好了，子君，你带我回家吧。回家？嗯。妍妍，我太想你了，快让我抱一抱。嗯。好，我一会儿带你回家啊，一会儿带你回家。哎，回家不是往左转吗？你刚才怎么往右转了？我觉得咱们应该回医院，再好好检查检查。我真的没事儿，我现在只想回家。妍妍，你知道那别墅三年没住人了，屋子里一股霉味儿。这两天我找人收拾收拾啊，打扫完了，咱们再回家住啊。程俊，你这一路上都劝我别回家，这么不想跟我回去，该不会是你在家里藏了其他的女人？瞎说什么？怎么可能？你们女人就是……我开玩笑的，我当然知道你没有了。那我们就一起回去，回去一起收拾。程俊，这三年一直没人住在这儿吗？当然，我怕睹物思人，这个家我连来都不敢来啊。可这里看着好干净啊，就像一直有人住似的。你发现了？我有找阿姨去打扫，因为我知道这个家对你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呀，这个是什么呀？阿姨的抹布，到处乱扔东西。吸水功能挺好。我好像闻到了一股味道。什么味道？一股熟悉的女人的香味儿。怎么可能？这个屋里不可能有别的女人，有，那也就是阿姨的味道。原来是这样，我太想念这儿了，我想上楼看看。好，赶紧回家逛一逛，看一看，啊。陈俊。哎。陈俊，啊，丽丽呢？啊，丽丽，什么丽丽？我在楼上看到她的车停在院子里，那车还是我送她的呢。我丽丽这个笨蛋，啊，是吗？丽丽，啊，你来啦？啊，我放心不下你。特地来看看你，有你这么好的朋友，我真的太幸福了。应该的，应该的。你没穿鞋子啊？我，公司有点急事，来找马总。我这一着急，鞋子也忘带了。我鞋呢？啊，我鞋呢？陈俊。公事要紧，你们先去吧。好啊，你下来吧，我来开。我把一切都给你，你为什么要背叛我？我跟程俊什么都没有。放开我！回来！你发疯！马成俊，他不死，我们都要完蛋。
人。别怪我。爸爸，我错了。灵石是您一生的心血，我不会让马成俊毁了灵石。我会找到犯罪证据，让他们把偷走的都吐出来。我一定会夺回灵石。马成俊、温丽丽，我回来了，我受的罪要你们十倍奉还。非常的低，但还是存在的。像宁小姐这样能苏醒过来，真的是非常的幸运的。那为什么她只把出事那天的事情给忘了？这样的情况呢，在医学上叫做选择性失忆。某些记忆会让患者产生痛苦，所以大脑会选择性的抹掉这部分记忆。患者在受到某些刺激呢，会产生 PTSD 应激行为，会做出一些过激的反应。当然，这样也有可能让患者恢复记忆。你怎么来了？我今天想带你出去走一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对你的康复也有好处呢。去哪儿啊？等一下你就知道了。走吧。还记得这里吗？你结婚那天，我就是在这里给你准备的礼物。记得礼物是什么？你那天怎么会跑到天台上面？是自己掉下去的，还是有人推的？这些你都不记得了吗？问你们，丽丽，你是怎么回事？丽丽，陈俊，刚才是丽丽带我过来，说要让我回忆起以前的事情。我记得那天，她给了我一张房卡，说房间里有礼物要给我，然后我就去了。为什么会在天台上？为什么掉了下去啊？哎呀，等我，等我，等你，哎呀，好了好了，不要想了，不要想了啊，不要想，你头疼就不要想了啊，不要回忆，不要回忆，不要想了，不要想了，我还在呢。三年前居然是你搞的鬼！你敲我的脸上打我。林岩是林氏集团的继承人，你问丽丽算个什么东西？几年前，如果你跟林岩结婚了，是不是打算把我踢了？你老被驴踢了呀！啊，到今天你还在搞事情，要林岩想起来那天的事，咱俩不都完蛋了吗？林岩他绝对是装的，他根本就没有失忆。你管他有没有失忆啊！我警告你，都别再给我搞事情。林烟，我跟你没完！肖哥，晚上6点钟，范亚的李总特邀您参加环球金融大厦的商务宴会，
8点钟跟美国黑水国际安全顾问公司有个视频会议，还有10点钟跟金总的私人酒会，不要忘了。阿丽，我们的车呢？晚上的行程全部取消，我出去一趟。肖飞，不会是谈女朋友了吧？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什么意思？那肖哥对你他压根就没感觉呀。你懂个屁！你约我来这干嘛？亲眼看到马成军偷走林氏，你有什么想法？这是我的事情，和你没有关系。我想跟你谈个交易。什么交易？我可以帮你夺回林氏，但我有一个条件，事成之后我要你的一半股份。一半？你拿什么跟我谈这个条件？因为这个世界上只有我可以帮你，而且我还能保护你的安全。我凭什么相信你？这么多年你去哪儿了？为什么突然回来？你到底有什么目的啊？怕了？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我不感兴趣。如果你只是单纯想要钱的话，看在你上次救我的份上，我可以给你。你要临时的股份干什么？这些不用你管。你该不是为了报复当初我把你赶走吧？如果你父亲还在世的话，你一定不希望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你别跟我提爸爸，你早就不是他的特助了。我不需要你的帮助，我自己可以。第一步，拿回董事长之位。Surprise！ 送给我亲爱的爷爷。谢谢啊，爷爷。你今天打扮得很漂亮啊，和以前很不一样。你这是要……毕竟昏迷这么久，当然要去公司看一看了。你都没有完全恢复啊，你不能太操劳。而且公司有我呢。可是人家真的每天都想和你一起工作，一起下班吗？如果你真的这么想我，我每天下班以后第一时间赶回来陪你，好不好？对了，我怕你照顾不好自己，还专门特意找了个阿姨来照顾你。你猜猜是谁？三婶儿，哎，来了。哎，林小姐您好。我就是之前一直在医院照顾您的后宫，这个一定得慢慢滴，快了身体受不了。你放心好了，我会好好的看着他的。这个点滴滴得这么慢，晚上我怎么打麻将啊？都怪你，都怪你，都怪你！林氏集团的大小姐又怎么样啊？还不是在我手下讨生活嘛？哎呦，这个小脸蛋还蛮白的嘛。我今天啊，给你上点色。丽丽三婶，巧了不？三婶您很老实的。是啊，你有什么事情啊，尽管吩咐就好了。好。哎呦，快9点了，我还要开个会，不能陪你了。自己在家好好休息啊。哎，林小姐，要不要我帮你捶捶腿啊？好啊，三婶，你过来点，我和你说一下我们林家的规矩。哎，您说啊，我听得到啊。再近点吧。打我啊！
当面了，脸那不能太白，所以给你上点颜色。哎呀，那个不关我的事情啊，那是温丽丽让我干的。温丽丽，她是我最好的朋友，怎么能会让你欺负我呢？是真的，是温丽丽让我打你的。温丽丽是我的侄女，她跟马董是好上了，所以啊，她让我打你的，她让我做护工，就是让我看着你的。这真的不关我的事情啊！这些话你敢在马成俊面前说吗？这我的工作，我儿子的工作都是丽丽给安排的。我也可以。这里是100万，别忘了，我才是林氏真正的继承人。好，我说，我都说。林月，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成俊，三婶说你和温丽丽有一腿。什么？我跟温丽丽？不可能！你千万不要信他们的，这绝对不可。我想，你对我那么好，丽丽又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怎么可能会相信她呢？对吗？我跟温丽丽不可能有什么吗？这不要现在胡说八道！还有你，这不是你找的护工吗？这不是你婶儿吗？啊，他胡说八道什么呀？好啊，林野，你居然敢杀我！你这搬弄是非的贱人！丽丽，我是你三婶，你打我，我就是打你！我打你！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你别动手啊！原来是这样啊，这个三婶是想问我要钱才颠倒是非的。没错没错，妍妍，这件事也怪我，是我找错了人。你要是责备我，我也不怪你。傻丽丽，我怎么可能会因为坏人的挑拨影响到我们的感情呢？那就好。但是我在医院的这三年，你和程俊每天出双入对的，难免公司的人会嚼舌根的。明天我就在公司下令，谁敢搬弄是非，我立刻开除他。我要回公司。不行，我回去了，他们看着我们两个天天在一起，那你和丽丽的流言蜚语才能不攻而破呀。你身体还没恢复，先好好休息。成俊，好，你可以回公司，但我有一个要求。什么要求？既然你回去了，你就是真正的董事长，以后公司的任何决策都由你来决定。你说你是不是发疯了啊？把公司的决策权要交给他？林岩本来就是公司名义上的董事长，于情于理我都没办法阻拦他回公司。你要是让他当了董事长，腾飞的项目马上就要开展了，万一他发现其中里面的问题。你可真是个小可爱，你把我想得那么笨吗？你以为事情就这么简单吗？后面等着看好戏吧。爸爸，我回来了。林氏是您的心血，我一定把它夺回来。妍妍，啊，真是我大外甥女回来了，我太高兴了，比我买10个抢定版的高兴。表舅，这是我醒来之后第一次来董事会，如果有董事故意刁难我，你可一定要帮我啊。哎，这话说的，大家都是一家人啊，当年你爸那么照顾我，我照顾你是应该的呀。你放心，董事会嘛，都是斯文人，很文明的。什么狗屁逻辑啊？这腾飞的人脑子被门挤了吗？这个地本就应该是卖给我们的，怎么就出尔反尔？这混账逻辑嘛，简直是令人发指。腾飞地产的人说了，临时换了董事长，对我们不放心，不想再给我们合作了。
这不是放屁吗？我说嘛，陈俊怎么这么好心，让我全权负责临时，原来在这里挖了个大坑。这笔生意对于我们集团未来来说太重要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马董请回来。谁让腾飞只认咱们马董呢？你那个更是一句屁话。爷，你爷爷爷什么？哪有认人不认项目的啊？照你这么说的话，我外甥女儿第一天上任，那第一天就卸任了呗？她面子往哪儿摆？外甥女儿，听舅舅的，不就是一个项目吗？不就是一个地皮吗？不就是让公司损失十几个亿吗？舅舅占你，舅舅百分之百占你。做生意怎么能意气用事呢？什么叫意气用事？你们不敢担责任，都是缩头乌龟。你怎么这么说话呢？我怎么了？你敢再说一遍？你放屁！你就是一个屁！哎，你想干什么？你说啥啥不行？你说啥疯子？妈，干啥啥不行？吃吃吃就你第一名。你满口喷粪，你这个垃圾，你别拦我，你别拦我，我跟你说，就是你第一名，你满口喷粪。你们这群忘恩负义的家伙，背叛爸爸，背叛林氏，大混蛋！哎，文小姐姐交代我，要让这个女人身败名裂。一会儿我先上。你们几个是活得不耐烦了吗？他妈谁呀？要死就死远点。不好像是肖肖肖肖肖。这卡里是10万块钱，没有密码。还挺识相，没能打了就开始求。你来！拿着刀！大哥，疼疼！我，你来！我，你来！这，哎，这，我，这，啊！这10万块钱。是医药费。是你派人去找林燕麻烦的。你是谁？你想干嘛？你三番五次的伤害林燕，是活得不耐烦了吗？你是林燕什么人？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谁，你只需要知道林燕你碰不了。我什么都没有干，林燕她是我最好的姐妹。是吗？我警告你，你要是再敢找林燕麻烦，就不是今天的结果。出行任务时要谨言慎行，不该问的不问，
不该说的不说，不该听的不听，知道了吗？是。把眼睛闭上。阿丽，之前肖哥身边只有一个疯狂倒追他的女明星啊。你也说了是那个女明星倒追的肖哥，肖哥都没正眼瞧过他。我看呐，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大嫂。放我下来，干什么？你脸放开我。你是要恩将仇报吗？昨天晚上可是我救了你。想起来了。把鞋穿上，金小阳。谁叫你把我带到这儿？昨晚喝多了，我没办法送你回家。不来这儿，我带你开房去。你，算了。你就不好奇，你是怎么换的衣服吗？你不想知道，是你的公司啊？没错，是我的公司。你们不会是黑社会吧？你想象力未免也太丰富了吧？这是一家国际安全顾问公司，正规企业。昨天的事情不是一个意外。自从我醒来之后，就发现有人一直想害我，所以我需要人帮我。不过现在公司里的人，我没有一个信得过的。你想让我帮你？嗯。现在相信我了？你救过我两次，应该对我没有恶意，我愿意赌一把。之前聊的交易，我们再重新谈。你想怎么谈？我现在不过是一个空壳董事长，给不了你什么。但是，事成之后，我可以给你领事15%的股份。你凭什么觉得我会答应你啊？这跟我之前想的差太多。这是我能做到最大的让步了。我还有一个条件。你之前怎么帮爸爸，现在就要怎么帮我。我之前是林总的助理和贴身保镖，所以你的意思是，也想让我24小时贴身保护你，是吗？肖哥，女明星又找上门了。肖莫，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呀？这个女人是谁啊？为什么穿着你的衣服？肖莫，你到底什么时候答应来做我的私人保镖啊？只要你答应，我名下的所有资产，包括公司股份，都是你的。你看，
股权转让协议我都带来了，你就签了吧。我要的其实很简单，只要你天天在我身边，贴身照顾我就好。哎，你猜这里是女明星还是大嫂？傻的叫大嫂，猜什么属于我？林小姐，你也听到了，跟你之前开的条件相比怎么样？这个女人开什么条件？我出双倍。事成之后你答应我一个条件，我就跟你走。什么条件？还没想好，你敢答应吗？我答应你。那你得再帮我个小忙。可以。夏沫，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不好意思，我只做我爱人的保镖。就是再不喜欢林岩，也不允许别的男人给我戴绿帽子。医院啊？不用。妍妍，你怎么会和萧默在一起？春春，我觉得你变了。你以前百分百相信我的，现在问都不问我，反而直接怪起我来。你不知道萧默是什么人？他杀人犯，杀过人的。你把他留在身边，多危险呢！那你知不知道，我之前遇到流氓，多亏萧默救了我。有这事儿？所以每次出门总是觉得不太安全。你怎么不跟我说呢？你忙，我不想让你因为我的事情担心。我可以帮你找保镖，那也不用找那个叫萧默的。他对你有所企图。你是对我没信心还是对你没信心啊？我对你有信心啊，我对他不放心。我觉得情侣之间最重要的是信任。就像你和丽丽，你们俩成天出双入对的，我怀疑过吗？那可不一样啊，我跟丽丽可是清清白白。我发誓。不用发誓，我当然相信你们了。他。哦，对了，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啊？那不是巧的吗？不怪你，要不
是你一直搞事情，林岩怎么会把肖梦给弄回来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个林岩跟肖梦的关系肯定不简单。听你说，这肖梦到底是什么人呢？他是林岩他爸以前的特助兼保镖，表面上长得人模狗样，还是国外名牌大学毕业的，实际上就是个地痞流氓，嗜血好动。据说参加了国外的雇佣军，在中东还杀了一整个村子的人，双手沾满了鲜血。这么吓人？也不知道这两年这小子混哪儿去了。关键是他对林岩是一直念念不忘，之前好不容易才让林岩把他给开了，又是你把他给整回来。这肖默在，指不定又出什么岔子，烦死了。肖默，看在林岩的份上，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欢迎加入林氏。那就再次麻烦马董多多关照了。爷爷，董事们都已经在会议室了，我们过去吧。好。哎，你只是个小保镖，这是高层会议，你没有资格参加。我在门口等你。这一次的交易资金量涉及到巨大，它会严重影响到我们林氏的未来。那如果说我们林董没有和腾飞达成协议，那我会大义灭亲，我会代表董事会要请我们的林董主动从位置上退下来。舅舅，恐怕要令您失望了。今天召开董事会是因为腾飞已经答应把地卖给林氏，但我拒绝，因为我发现那块地它有问题。那块地的中间有一个祠堂，村民们坚决不能拆。如果我们买不下那块地，就盖不了楼，相当于把林氏的十几个亿扔进了大海里。这块土地有严重问题，不能买。另外，我一直好奇腾飞为什么这么看重马书俊。调查后发现，腾飞背后控股公司是一家外企，而这家外企背后还有一家离岸控股公司，这家控股公司的老板就是马成俊。他以极低的价格买入一块飞地，转手再以高价卖给林氏，合情合理把钱揣进自己的口袋。如果你买了，等于白白送钱给马成俊；如果你不买，他就会找理由把你踢出董事会。舅舅，啊，这么严重的问题，你没有发现吗？我，你身为公司的执行董事，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你是要被开除的。这个业务不是我谈的呀，是马总谈的。哎呀，我未来的大外甥女婿啊，你做事情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啊？要不是我大外甥女儿，她明察秋毫，火眼金睛的，及时发现了问题，不然的话，我们林氏就要跳入到这个火坑里头，对不对？
算了，毕竟没有造成真正的损失，但这件事情一定要问负责。开除我？嘘，林岩说了，腾飞这个项目是你引进来的，得把你开除了才能跟董事会交代啊。我都是按照你的意思去办的。对对对对，没有错，不过为了咱们俩的大计划你要忍，小不忍则乱大谋嘛。啊，哎呦，而且你不是说了吗，这段时间工作很辛苦，正好趁这个机会给自己放个长假。好了，嗯，乖了啊。太让我失望了。陈俊，你怎么能这么对李李呢？这次要不是因为妍妍，我绝对饶不了你。丽丽，十三月没事吧？丽丽，你别太生陈俊的气了，都是我的决定。妍妍，我们可是最好的姐妹，能不能不要开除？我知道你都是为了公司好，可是犯了这么大的错，我没办法向董事会交代，而且啊，就以为我们是最好的姐妹，我更不能徇私了。不过我知道丽丽这么好，一定不会生我的气的，对不对？以后有任何的事情随时联系我，只不过今天我还要开会，没办法送你了。陈俊，你别太生丽丽的气了，帮她收拾一下送她回去。好吧。今天开始，正式欢迎我们的林岩董事长回归林氏集团。爸爸，你看到了吗？这是我回归林氏的第一步。总有一天，我会完全的夺回林氏，拿回属于我们的一切。程俊，林岩他就是故意欺负我，你也不知道帮帮我。他是怎么发现地有问题的？程俊，能不能好好听我说话？不对，总觉得不对劲，他是不是发现什么了？他能发现什么？不行，我得在林岩想起来什么之前赶紧和他结婚。结婚？对啊，这样我至少能拿到一半的股份，比实际计划的得到更多。你跟他结婚了，我怎么办？丽丽，你知道我以前最喜欢你什么吗？是你的识时务。三年前你还只是个前台，我一手把你提拔成了董事长助理。怎么了？是那三年对你太好了？好了，我和他结婚，不也是为了和你在一起？为了我俩的将来吗？这样，我找个地方，你去玩两天，避避风头。你肯定喜欢那家酒店，好不好？不好，我不同意你跟他结婚，不行。嘘。喂。喂，陈俊，你在哪儿啊？在加班呢。哦。我就猜到你在加班呢，这么晚辛苦喽。应该的嘛，为了林氏集团。我给你带了宵夜过来，在路上了，等我哦。什么？啊！啊！怎么了，程俊？我刚才好像听到了女人的声音。啊呜！我刚撞到桌子腿了。好，我马上就到了，乖乖哦。等你哦。我衣服呢？你要去哪儿？上班。不是，马上就，你内裤没穿。之前马神俊总和我说何文礼在加班，我从来没有怀疑过。
没想到两个人都是在床上加班。马成军不是个省油的灯，后面肯定会闹出其他幺蛾子。这个送给你。这个是什么？这个我可不能收啊。这个由不得你。你要把这个警报器24小时戴在手上。警报器？那你以为是什么？这个是我专门为你定制的。这个怎么用啊？按这里，里面有个微型芯片，有定位功能。不管你在哪儿，我都会立刻出现。哦，知道了。说了，复健不能太着急。可我必须尽快恢复，这样才有力气夺回灵石。轻微扭伤，不算太严重，但还是要注意。啊。你真的上过战场，杀过人呐？你觉得呢？那你身上的枪伤是怎么来的？看过007吗？看过。我是009。什么东西啊，怎么那么难喝啊？这是谷物打的米糊，专门为你复健做的健康餐。不喝，太难喝了，一点味道都没有。现在甜了。现在好了。
在你的工作范畴里，你不用为我做这么多。你放心，这些不需要你额外付钱，这是我免费赠送的服务。你要是恢复不好，那我投资也就失败了。小莫，我知道你的心思，但我认为我们应该保持最纯粹的雇佣关系。我不纯粹吗？还是说你不纯粹了？我累了，睡觉了，你慢慢吃。难道他看出我不纯粹了？我表现得那么明显吗？再相信任何一个男人了。妍妍，怎么还不过来呀？程军，我突然有点不舒服，就先不去了。什么？喂，程军，我不去！不去，妍妍去！开我！不去，妍妍去！我不去，梁成军，沈峰，我不去。阿秋，马成军转移了公司大部分财产，表面上合理合法，看不出任何破绽。所以我们还不能和他撕破脸，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让他把吃进去的资产都吐出来。还有个事儿，他昨天送文丽丽去度假了。妍妍，我有话想单独跟你说。妍妍，过来，坐。妍妍，还记得这张相片吗？3年前，如果不是你出意外的话，现在我们的孩子应该都会叫爸爸了。我现在每次看到这张照片，我就难过的想哭。可是我却从你的记忆里消失了。是时候找回我们丢失的时光了。下个月初三是个好日子，我们结婚吧。程军，你还爱我吗？这还用问吗？当然爱。哎呀，可我没有感受到之前那种感觉了。毕竟我昏迷这么久，醒来又发生这么多的事情，我想我们是时候应该要分手。别闹了，我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可以跟我说。想什么呢？我怎么舍得你啊？那你什么意思呢？我觉得我们是时候应该出去度假，培养一下我们之间的感情。好呀，我绝对同意啊，我来安排。不用，这次我来。都听你的。放心吧，我会好好安排的。这一次你就享受就行。程静，我已经在酒店了。这次我听了你的，你一定要好好补偿我。程静，我们到了。好。
这样就不行了，他设计根本就不合理啊，对吧？客房跟餐厅离这么远，走路走死个人。文俊，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想说，咱们换一家酒店呗。这不是你最喜欢的酒店吗？记得当时你说跟我结婚之后还要带我度蜜月，订的就是这儿。我以为你都记得，原来你全都忘记了呀！你干什么啊？我觉得这家酒店也挺好啊，你就看大堂送这伞啊，这做工，这质地，多棒！这做工多精美啊！我觉得这酒店行啊。你根本就没有听说。我怎么可能忘呢？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相遇，也在图书馆的门口，就撑着一把红色的伞，那画面太美了。房间安排好了，我送你上去吧。好。他为什么会在这儿？肖默是我的贴身保镖，当然要24小时贴身保护我了。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度过一个非常难忘的假期。林烟和我也来这家酒店度假了，你现在马上离开，千万别被发现了。林俊，快点。这是你的房间。我在隔壁，有事随时叫我。好。你小子，故意的是吧？马总，这是你的房间，在那边。你小子故意的是吧？回头找你算账。马成俊，你什么意思啊？你为什么带林烟过来？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解释这么多，总之你先赶紧离开啊，回头跟你慢慢解释。马成俊，马，你为什么答应马成俊来度假？该不会是余情未了吧？我怎么可能会对他余情未了？我又不是真的失忆了。那你的目的是什么？温丽丽也在这家酒店，所以我想，有温丽丽在，马成俊才不会一天到晚逼着我和我结婚。我们要给他找点事情做，这样才有时间找到他更多的破绽，不是吗？林烟，我给你准备了惊喜，保证你会喜欢。待会儿我们楼下见。爷爷，真是太惊喜太意外了。不要太惊喜太意外，我还有更重要的礼物要送给你。永远爱你的王子小俊俊。
自从你醒了之后都不愿意跟我亲近啊。你怎么会呢？我就是在想，你精心设计的这些，我得想办法留个纪念。我们拍张照片吧。好。三二。好你个马成俊，想把老娘甩了跟林燕在一起卿卿我我是吧？门都没有。爷爷，上次我跟你说的结婚的日子怎么样？亲爱的，我想见你。穿了你最喜欢的衣服哦。谁找你啊？这么忙？属下小李啊，对业务上的事儿不用管他。我现在就在你房间门口，五分钟之内你不过来，我就过去。我得去回个电话，你先吃啊，我马上就回来。嗯。为什么也在这个酒店？你是不是故意想赶我走？这完全就是个巧合，我也不知道林燕为什么刚好也订了这家酒店。天底下哪有那么巧合的事儿？马成俊，你不会真喜欢上林燕？你能不能别无理取闹啊？啊！总之赶紧换一家酒店，要是撞见林燕就糟了。我不，你别闹了好不好？啊！你平时不就是喜欢我闹吗？现在不一样了好吗？你能不能别解了？你听话好不好？是，陈俊，你和那个小李聊完了吗？牛排凉了可就不好吃了。马上回来啊！起开，收拾东西，赶紧走。业务太复杂了，快吃吧。好，我问你吧。好，好吃吧？火锅配上红酒更绝了，来，干杯！干杯！你干喽。没事吧？我在你房间里，马上过来，不然我就把这个发给林岩。又是小李啊？他今天怎么这么多事儿？我继续出来。你这是存心搞我是不是？啊！不管我的手势，我。
道你在里面了，怎么不开门？都什么劲儿了吗？你干嘛？我又不怕他。给我少声，安静的躲在洗手间里面，不要发出声音。今天要是让林岩撞见了，我就给你一刀两断。你怎么来了？恒俊，我担心你呢，饭吃一半怎么就回来了呀？我回来，我这不回来，我肠胃不舒服，刚上了个厕所。哎，先完了，走回去吃饭吧。好啊。哎，但我发现你这边房间比我那边看着要好啊。这不格局都一样吗？朝向好啊，采光多好呀。这好什么呀，咱回去吃饭吧，好不好？我发现你这家具都比我那边新呢，爷爷。那你的卫生间一定也很好，我去看一下。爷爷，这卫生间我刚用过呀，有味儿。嗯，我怎么会嫌弃你呢？卫生间看起来和我那里就差不多了。一个厕所有什么看的？我们回去吧。嗯，等一下，我先洗把手啊。好。牛排都快凉了吧，咱们赶紧回餐厅吧。不着急啊。啊。好了。好了，那我们回去。我其实已经吃饱了，刚才逗你玩呢。今天早点休息啊，我先睡喽。好。早休息啊！丽丽，没事吧？丽丽，哎呦，丽丽，哎呀，石师傅，快送他去医院啊！都这样了，就别说话了啊！我不能陪你去医院，走不开，自己去啊！快，开车。你怎么了？你干什么？你放开我！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啊？你居然让他亲你！啊，计划需要罢了。你是真的想报仇，还是对马成俊还有眷恋？不过就是亲个脸，又不代表有什么。那是和随便什么人亲都无所谓吗？对啊，无所谓啊。那是和随便什么人亲都无所谓吗？无所谓啊。干什么，小莫？你不过就是我请来的助手，没资格管我的私事。还有，我警告你，如果你再这样控制不住情绪，冒犯我，你就走吧。
快来。你怎么进来的？你是我未婚妻呀，谁敢拦我？你想干什么？都这样了还不明显吗？咱俩都快结婚了还能干什么呢？陈俊，我还没有准备好。你先。还准备什么？三年前就该在一起了，我等了三年了，为了你守身如玉三年呢，你知道我有多想你。今晚我要好好感受你的呼吸，感受你的温度，你的每一寸肌肤。我告诉你，今晚是属于我们俩的 Now Night。 你等一下，陈俊，我今天来例假了。骗谁呢？不要害羞，我会很温柔的。怎么办？如果反抗，我装失忆的事情就暴露了。啊！你这样，你畜生！没想到你还有这一面。我喜欢。放开我，马上去！你放开我！小母，你竟然敢打我！我要报警，告你蓄意伤人。你没事吧？姓肖的，我跟你说话呢，你个臭保镖，你敢无视我！我让女朋友现在就开除你。肖母是我的保镖，她只是在保护我。林燕，你怎么还帮他说话？姓肖的，林燕是我女朋友，我想怎么对她就怎么对她。小莫，可以了，我累了，睡了。哎，你别乱来，警告你。马成俊，我也警告你，你要是再敢对林燕乱来，就不是今天这么简单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对林岩有企图。没错，我喜欢林岩。不要脸，你就是个臭保镖，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明天我就跟林岩揭露你的真面目啊！你等着啊！你等着。林岩是我女朋友，我想怎么对她就怎么对她。这个送给你，你要把这个警报器24小时戴在手上。这个是我专门为你定制的，里面有个微型芯片，不管你在哪儿，我都会立刻出现。你没事吧？那时候随便什么人亲都无所谓吗？对啊，无所谓啊。这里做什么呀？保护你。我不是你的贴身保镖吗？从今往后，我不会让任何人随便进入你的房间，强迫你，伤害你。那你呢？今天下午的时候。对不起，我不该违背你的意愿。不过什么？我会等到你愿意的那一天。我
杨女士有正事要聊的。什么事儿？最近马成俊逼得我越来越紧，我又不能和他撕破脸，所以我在想，也许你可以假装追我，或许可以帮我挡住他。你要我假装追你？对。只是假装追你？没错。For the longest time, it's been me and you. Always by your side, said you don't mind. Change, but it's all about to. 你让我陪你演戏，可以。既然是演戏，那就要演得逼真一点。到时候你可千万别后悔。昨天太冲动了，但是 我是因为太想你了。自从你醒了之后，咱们都没好好的亲近过，怪我太心急了。但是，哎，爷，我昨天是错，可那萧默更过分啊！我发现他的野心了，他就对你图谋不轨。哎，爷，萧默就是个小人啊，他看上是你林家的产业。所以想把你从我身边抢走。你能不能不要每天疑神疑鬼的，天天正事不做就给自己找个帽子？你一定要相信我，这是他亲口承认的，他就是图谋不轨，所以你必须马上把他赶走。赶走他谁保护？你明明都知道之前被别人骚扰，你一点都不在乎。我怎么可能不在乎呢？这一位可是全国五英级别的武术运动员，这一位是曾经单手干翻十个大汉，上过新闻，而这一位拿过两届东南亚拳王金腰带呀。有他们在，萧默算什么东西呢？萧默好。你们怎么在这儿？我们是被请来保护这位小姐安全的。她的安全由我负责。是，小姐夫。你们在干什么？有萧哥在，根本用不到我们。你们是我花钱请来的呀，你们可以加钱，可以伤我。别走啊，兄弟们，别走啊！你行啊！你干什么？这双鞋磨脚，换一双吧。所以，你刚才是去给我买鞋了？Just one.
带你去个地方。惊不惊喜，意不意外？程军，你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我找国内最知名的设计师量身定制的礼服。马先生，你预约的试衣服已经准备好了，请往这边走。好，马上就来。妍妍，我的小公主，请吧。来来来，试一试啊。哎，嗨，帅哥，就是你，瞧你这脸蛋，瞧你这身材，真是我的缪斯。来，认识一下，我是设计师 Gary， 这所有的礼服都是我的设计作品。哦，哎，你是今天来试衣服的新郎吗？哦，我，你知道吗？你是我这十年来见过最完美的男人，我所有的礼服作品都非常适合你，尤其是我最新出来的这套作品，只有你穿上它才会有灵魂，所以我想请你试一试我这最新的礼服，可以吗，帅哥？如果你要拒绝我的话，我的心会滴血，我此生都会遗憾的呢。来嘛，哎呀，走啦，走啦，走，哎呀。这件衣服找到他命中注定的主人呢。林小姐穿好衣服了。你们一起来的？哇，好美啊，这衣服也太适合你们两位了吧。真希望他们原地结婚呀。嗯，郎才女貌，真的好般配呀。配什么配？就是配了。呸！睁大你的眯眯眼，看清楚，我才是未婚夫。他只是个保镖而已。不是才未婚夫吗？只要林岩一天没结婚，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男人都有追求她的权利，包括我。你想得美。从现在开始，我正式追求你。林燕，你正好告诉我啊，我们俩你喜欢谁？我和萧木，你选谁？我去趟卫生间啊。总把演戏这个词挂在嘴边。
一起，在一起。住口！生母，你也住口！肖默，你刚才戏过了，别忘了我让你跟我演戏的目的是什么。我说过，你要我陪你演戏，那就得演得逼真一点。Like no one understands. You look around and see the world has turned its back on you, and only heaven knows what you see. 我演得怎么样？你要再这么出格，就请你走吧。还有，我答应给你的股份，你不想要了？我真正想要的从来都不是股份，我想要的是……我想一个人逛一逛，自己回去。那时候随便什么人亲都无所谓。对啊，无所谓啊。从今往后，我不会让任何人随便进入你的房间，强迫你，伤害你。你让我陪你演戏，可以。既然是演戏，那就要演得逼真一点。到时候你可千万别后悔。从现在开始，我正式追求林燕。Trust me when I'm telling you, there's nothing that you need to prove. I'll sing it till you believe it. Oh.干嘛？你突然这样，我还没准备好。脱了。这太露骨了吧！快点。你别这样。脱。伤看起来很严重，真的不用去医院吗？不用。比起这儿的伤，我心里的伤更严重。疼。你刚才一直跟着我。我是你的贴身保镖，当然要贴身保护了。之前，我猜了，你是想表示感谢吗？什么时候点头是表示感谢的意思了？是一句谢了，好像很没有诚意吧。
不然呢？你还想怎么样？你觉得呢？哎，你干嘛？你想都别想啊！我想什么了？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那你说我想什么了？你想什么，自己想清楚。哎呀，算了。算了什么意思啊？那你叹气什么意思啊？我在想，我给你做的营养餐，是不是营养不良？哎，你竟然很搞笑啊！哎，我哪里看出营养不良了？你什么意思啊？你觉得我身材不好？好了。我有个问题要问你，你之前说我吸过了，想跟我保持合适的距离，合适的距离是多远？这样，这样，还是这样？爷爷醒了吗？那天晚上是我太着急了，我不该强迫你。我混蛋啊，我该死。可是那个萧默啊，他欺人太甚了。爷爷，你开门，咱们好好聊一聊呗。啊，爷爷，别吵了，他们早就退房了。他们什么时候走的？他们小两口一大早就走了，有说有笑。哎呀，我看到真般配，那个小伙子又高又帅。我才是他的未婚夫。阿姨，你什么都不知道，你不要乱讲哦。哎呦，现在的年轻人关系真乱，神经病。好开心啊，我们今天庆祝一下吧。今天吃红烧肉，你来下厨，我来帮你打下手，好不好？你想吃红烧肉啊？嗯，那你点外卖喽，做饭又不在我的工作范畴之内。毕竟，我只是个保镖。做饭不在你的工作范畴里，你不用为我做这么多。小心些。小莫这个小心眼，怎么着？没有你，我吃不上肉了。是吧？疼。你刚刚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故意的怎么样？不小心又怎么样？如果是故意的，我会觉得你很聪明，既然用这种办法逼我下厨。把自己想得太重要了。那就是不小心喽。看来我得重新规划一下我的事业了。毕竟，跟着这么一个脑子不好使的老板，谁脑子不好了？盘子。闻起来还不错。等
等一下。留来吃吧，我上楼了。Surprise！ 他为什么会在这儿啊？你们孤男寡女的为什么会住在一起？啊？哎，刚才我看见他系扣子啊！你们俩不会一定。天雷！黑白配呀！什么？什么情况？你们俩什么情况？马成俊，你以前都叫我俊俊，你不会真的把我绿了吧？肖某之所以住在这儿，是因为他是我的保镖，要贴身24小时保护我。我该说的都说了，你要是不相信的话，我也没办法。我累了，先睡了，送客。我受够了。今天你必须做出一个选择，要么他走，要么我走，你选吧。成俊，我发现我一点儿都不了解你。在我的心中，成俊是一个温柔、大方、善解人意的人，他从来不会因为这些小事跟我吵吵闹闹。看起来，我们是时候该审视一下这个关系了。都这样了还要我体贴，什么意思？要跟我分手？我们好好冷静一下吧。爷爷，你别把了我。小莫，我告诉你，有老公的女人碰不得，当人的小三儿也不会有好下场。他好像自始至终都没答应要和你结婚吧？我家妍妍现在太忙了，
暂时不想跟我结婚而已。其实女人没有现在想结婚和现在不想结婚，只有想和你结婚和不想和你结婚。你时候不早了，我们要休息了，请回吧。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小三儿啊！他居然选那个小莫，他居然赶我走！马成俊，你心里是不是只有那个林岩？不可能，居然对，不可能！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有人能拒绝我马成俊？啊！我这么优秀的男人，没有人可以抢走属于我的东西。林岩，你是属于我的。你是不是有病啊？中了林岩的邪了？林岩，我会把你抢回来。你竟然敢这么对我！妍妍，我会把你抢回来的。马成俊，马成俊，一会儿把牛奶喝了吧。你刚才为什么问我？之前不是说我戏太过了吗？刚才马成俊又不在。你冷静一下。需要冷静的是马成俊，我现在热得很。你刚才和马成俊在楼下说的话我听见了。有什么问题吗？我和马成俊说要冷静一下是为了吓吓他，在我没有真正夺回林氏之前我不可能和他分手的。还有我要提醒你，我们之间只是雇佣关系，你只是我的保镖，你不应该介入我的私生活那么深。更何况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要稳住马成俊。你的心是石头做的吗？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吗？我现在最关心的是怎么夺回林氏，其他的事情对我来说毫无意义。这些都是借口，你对我有感觉的。你要明确你自己的位置。自从你来了之后就没有休过一天假，这两天就好好休息。好，知道了，我会明确自己的位置。是你自己想冷静两天吧。肖哥，贺总让您这次无论如何也要去见他。好，我知道了。成俊，这些年你从林氏转移的财产
都不知道怎么活下半辈子的了。那个林岩就算抢走了林氏，也只是一个空壳而已。不如我们拿着这些钱跑到国外去。你懂什么？我一定要得到林氏。不行，我要立刻和林岩结婚。马成俊，你到底是想要林氏还是想要林岩？我都要。我马成俊从来没有输过，你老提林岩干什么？你不会觉得自己真的可以取代林岩吗？马成俊，你把我当什么了？我在你面前什么都不是，还不如条狗。既然你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我也就挑明了，想做马夫人，你不配。马成俊，如果我得不到我想要的，你也就什么都不是了。你要乖乖的，我们的关系还能维持下去。你要再这么三天两头的闹，就给我滚蛋。林岩，为什么你可以轻易拥有一切？为什么我拼尽全力却还是被人嫌弃？我受的委屈，我要你也尝尝。人已经在我这儿，就按照我之前说的去做。谁派你们来的？你们听我说啊，不管是谁，给你们多少钱，我给你们十倍。十倍？我给你们二十倍。只要你们放了我，只要你们把我放了，我绝对不会追究你们的责任。兄弟们，干活了！好，干什么？别碰我！别碰我！你！没事。活孽！继续。不长眼的东西，连萧哥的女人也敢碰。林岩，给我废了他！好好睡一觉。保证，以后绝对不会让你受到任何伤害。
We've all been lost in the chaos. Fighting so hard for a way out. Feeling like you're trapped inside. No place you can run and hide. Looking for a light that'll stay on. You'll be safe and sound. I'll be right there when you're falling down. Rest your mind, 'cause I'd walk the fire, carry the flames, even in sorrow and all the pain. You'll be safe and sound. Yeah, I'll be around.你干嘛呢？想跑，不想负责了。拜托，这种事情是女人吃亏。大男人说这种话要不要脸？你笑什么？你快把你嘴角放下来！是很热情的。你闭嘴。让我想想，昨天晚上是谁先主动的？你是被你是过了。是喜欢昨天晚上的你。说了，你别再说了。什么事儿？我还没起床呢。你干嘛去？哎，肖哥，谁在你房间？跟谁说话呢？我的。宠物，说谁是你宠物啊？你啊？我听到了，是大嫂。肖哥，你什么时候跟大嫂在一起的？谁是他大嫂？你快把电话挂。听到了吧？你大嫂生气了，我得去哄哄了。肖莫，你胡说什么呢？我没胡说，我说的是事实。你给我等着吧，你。你应该在家多休息几天的。温丽想拍下我的裸照，以此要挟我，这种下三滥的手段都使得出来，说明真的黔驴技穷了。接下来，是我该行动的时候了。
我宣布，一个月以后，我和林岩将举行那场我们早该举行的婚礼。妍妍，我们结婚吧。你真的要嫁给马成俊吗？刚才的情景你也看到了，我怕我拒绝了，马成俊会恼羞成怒，离开领事。你这是舍不得他？你明明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担心如果他走了，那他从领事卷走的钱，我就再也追不回来了。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一个月内你找不到钱在哪儿，你就要跟他登记结婚，登记结婚就是法定夫妻了。到时候如果他想要行使丈夫权利的时候，你拿什么拒绝他？你就走一步看一步吧。总之，林氏是我爸爸的心血，绝对不能让马成俊抢走。如果你爸爸还活着，他肯定不想看到自己女儿拿终身幸福去换林氏。马总，你打算怎么办婚礼？一定按最高的规格来，怎么有排场怎么办呢？场地、主持人、婚纱、礼服一定要最顶级的。没问题。我要别人以后一提起婚礼，就一脸向往的说：“我的愿望是拥有像林岩那样的婚礼。”听着就让人向往。去忙吧。好的。马总，你要干什么？之前跟你说的事儿，考虑的怎么样啊？你家里的情况我了解，文文的身体有机会恢复，不过需要很大一笔钱。我是关心你，我是想帮你。小茹。上来呀，我送你。不用了，马总。走这么急，明天不想上班了。小茹，你刚来公司做前台，怎么也和马成俊混在一起了？林董，不是我，是马总他。他骚扰你，你为什么没想过向公司求助呢？没用的，我怎么会斗得过他？他会把我开了的。而且，我的学历不高，我不容易找到份工作，我妈还得了癌症，每个月还要交医疗费，我不能失去这份工作。马成俊这个混蛋，小茹，你信任我吗？那你愿意帮我吗？确切的说，也是帮你。让别人看见不太好。都吃饭去了，马总。今天怎么这么配合？想通了？傻瓜，之前那是在考验你。陈俊，你和林董在一起，那我无话可说。可是那个温丽丽，那我可不乐意了。我要你答应我，以后再也不许见她。别说见她，你现在提起她我就头疼。丽丽，
抢男人还离间别人感情，看我不打死你！你这是在公司，你能不能注意点？马成俊什么意思？你帮他说话是吧？啊！帮他！你个贱人，不学好啊，学别人当狐狸精！你妈是你祖师，因为他们烧了。哎呀，敢骂我？啊！你敢打我？打的就是你这个贱人！你们俩别打，别打了！你们俩别打了！死贱人，你竟然敢打！让你骂我！我让你骂我！去死吧哥！让你骂我！让你骂我！哎呀，你们！看什么看啊？走、同事之间一点小误会，别看了，散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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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妍妍，成俊，这是怎么回事？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但你相信我，我跟这个女人就是逢场作戏。成俊，你之前可不是这么说的，你说你会照顾我一辈子的。放屁！你不要信她，她前几天都不理我，今天突然就变得很主动。啊，不对，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反正我如果撒谎的话，我天打五雷轰！我不要随便发誓，老天爷可都看着呢。所以你还是爱我的，心疼我，对不对？妍妍，我今天发誓啊，从今天开始，我再也不会看除了你以外的任何女人。任何女人？我只希望这个人不是我的好朋友丽丽就行。林总，马总和丽丽的关系绝对不一般。你闭嘴吧，还嫌不够乱吗？相信我。我跟温丽丽是绝对百分百的清白。林岩，你就别装了，你不是早就知道我跟马成俊在一起了吗？温丽丽，你说什么疯话？妍妍，你不要信他。哼，在你昏迷之前，他说的每一次加班其实是跟我在一起鬼混。你昏迷了三年，我们就住在你的家里，睡在你的床上寻欢作乐。你醒了之后，他还是睡在我的床上，向我抱怨你不解风情啊！疯婆子，说什么疯话？爷，你不要信他。丽丽，你为什么这样？我对你不好吗？哼，你对我好，你只不过是为了展现你林大小姐的善良而已。你要是真对我好，怎么会把我介绍到林氏做一个区区的前台？我只是你的陪衬而已。我认识你的时候，你家里没钱，是我帮了你。你被人甩了，闹了要跳楼，是我救了你。我为了让你走出阴影，我把你带到林氏，是我引狼入室了。我告诉你，丽丽，人最大的恶不是不知感恩，是恩将仇报。你以为靠美色就可以得到一切？可马成俊只爱钱，我爱你，还有你猜对了，我什么都记得。这次你彻底输了。林岩，我再也不想看见。林董，我妈的手术很顺利，谢谢你给她安排这么好的医生。回老家好好陪伯母休养，赵总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随时去报到就行。如果以后还想回来工作，林氏的大门随时向你敞开。其实这次离开林氏，我最舍不得的除了你，还有萧默是个好男人，如果等我回来他还是单身的话，那我一定追他。林董，你一定要抓住机会哦。刚刚聊什么了？没什么，
我就是觉得像小茹这样的姑娘应该被公平对待。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什么问题？你发现他们多久了？还真是一直都盯着马上去啊。什么啊，这种翡翠你都吃啊？如果你的男朋友不跟你吵架，不吃你的醋，那他一定不爱你。少给自己抬咖了，谁答应你做我男朋友了？那要不实习考察一下，正职保镖见实习男友。你凶死。那我真的不放手。爷爷，我承认我出轨，我是个渣男，可以不能全怨我。像我这么一个成功男性，我身边的诱惑实在太多了。就好比那花丛中蜜最多的花王啊，那狂风浪蝶都往我身上扑啊。我挡得了一只，我挡不了一群呢。你还真是渣得明明白白的。某些人是不渣，他除了不渣以外别的优点啥也没有啊，空有一身蛮力，就知道打打杀杀。你不舒服，他可能只会说一声“你多喝热水吧”。跟这种男的，不会幸福的。陈俊，我不怪你。但是我们的婚礼需要缓一缓。爷爷，爷爷，我发誓，以后我这朵花王只允许你一个人采蜜。陈俊，其实我能理解你。人的感情不是这么容易控制的，况且你面对的诱惑这么多，难免会分心。其实我面对的诱惑也不少。你有情况？啥意思？你说人的心这么大，真的只能容下一个人吗？爷爷，你不会真对这个肖墨有感情了吧？啊，爷爷，你别走啊！我还没说完呢，哎，起开！他需要休息了。我们之间只是闹了一点小风波啊，情侣之间打是情，骂是爱，懂吗？他打你了吗？骂你了吗？他是不想见到你了。时间真快啊，才不久前，妍妍，你还是个小不点儿。那时候，你每天缠着爸爸，要爸爸讲童话的故事。一眨眼，你长这么大了。爸爸，我今天想向你介绍一个人。好啊。陈俊。妍妍。爸，伯父，我叫马陈俊，是林妍的男朋友。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不喜欢陈俊？马陈俊这个人心术不正，我不同意。你这是偏见，你就是觉得他家里没有钱。他这个人诚恳上进，他会给我幸福。如果你还是不同意，我就会离开这个家，我会证明你是错的。今天你敢踏出这个门，我林一海就当没有你这个女儿。林小姐，林都快不行了。飞到我的窗前唱歌，
又飞去了。秋天的黄叶，它们没有什么可唱，只叹息一声，飞落在那里。那乃是因为我太想爸爸了，所以哪怕他现在已经不在了，我还是感觉他好像陪着我，鼓励我，陪我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光。好久没有见到这样的星空了。你不许过愿吗？我小的时候，爸爸送了我一本泰戈尔的《飞鸟集》，里面有一句话我特别喜欢：夏天的飞鸟飞到我的窗前唱歌，又飞去了；秋天的黄叶，他们没有什么可唱，只叹息一声，飞落在那里。我真的很后悔，爸爸生前我总是惹他生气，没有好好陪陪他，珍惜他。可世间的美好就像这流星一样，转瞬即逝，再也回不去了。泰戈尔还说过，如果你因为失去太阳而流泪，你也将失去星星和月亮。他一定不会怪你。他会像天上的星星一样一直守护着你，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而已。如果你想爸爸了，你就抬头看看星星，他一定希望你幸福。还有流星吗？我有好多好多话想对爸爸说呢。你想看流星雨吗？带你去。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一会儿你就知道了。集合。开始吧，有向后转，这就是你说的流星雨吗？喜欢吗？喜欢。
只要是你想要的，不管是什么，我都会尽力做到。爸爸，我会努力幸福，好好照顾自己的。爸爸，我会一直想你的。林渊，我有一些特别重要的话要跟你说。怎么突然严肃起来了？萧默，今年28岁，在国外大学毕业后参军，特种兵退伍后又加入雇佣兵，回国后阴差阳错成了林董的特别助理，从此他的人生有了新的目标。因为进公司的那一刻，他就被一个女孩深深的着迷。一开始他对她视而不见，直到有一天他有机会再次站到她的面前。这个女孩，来，叫林渊。3、2、1。泰戈尔曾说过，最好的总会在最不经意的时候出现，纵使伤心也不要泪流满面，因为你不知道谁会爱上你的笑容。对于世界而言，你是一个人，对于某个人，你是他的整个世界。林渊，我喜欢你。我想做你的男人，保护你。这句话我从来没对任何人说过，这辈子也不会再对第二个女人说。萧默，你认真的吗？我从来没有如此的认真过。这对于我来说实在太快了，我现在还没有办法答应你。你再给我一点时间，好吗？我可以等你，直到你愿意戴上的那一天。
你不会是真的对那个凌言动了真感情吧？不要忘了你的身份，我们跟林氏从来就不是朋友。服务员，再来一杯。不好意思，女士，如果您之前的账不结的话，你是不可以继续点单的。你什么意思？我让你倒你就倒，这杯我来请。这位小姐今晚的账单我来结。你来干什么？我来看看你。是想看看我现在过得有多悲惨吗？我已经一无所有。怎么了？你高兴吗？我只是想知道，我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凌言，你是大小姐，拥有一切，我再怎么努力都比不上你。你会什么？你不就是会投胎而已吗？我恨你，我从来没有把你当做我的姐妹。你现在怎么这个样子？行了，凌言，你不就是想要马成俊转移公司资产的证据吗？这证据我有啊，但我绝对不可能给你，这做梦。我今天来不是为了问你要证据。我希望你重新开始，不要为了一个渣男毁了自己一辈子。林言，你要的证据我给你。这个温丽丽就这么把证据给你了？马成俊每次转移公款都是通过温丽丽操作，之前他们关系好，没办法套话，但是他们现在彻底闹掰了，我当然要抓住这一次机会了。我总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不过你就这么放过他了，是不是心软了？我那是怀柔政策，打感情牌而已，那你怎么能拿到证据？我看你明明就是心软，嘴硬，也不知道这个温丽值不值得你给她这次机会。温丽丽提供的证据整理出来了，都在这个 U 盘里。通知董事会，明天召开重要会议，击败马成俊，在此一举。各位董事，今天我要宣布一件事，有证人和证据表明，前公司代理董事长马成俊在过去三年曾多次转移公司资产，造成我们林氏巨大的损失。马总，对此你有什么要说的吗？你说的证人不会是他吧？马成俊，凌言来找我了，我这里有跟凌言的对话记录，想要吗？
想要的话就带着钱来找我。林野，你别以为你装模作样的样子我就会感动。你跟马晨俊都不是好东西，我就希望看到你们两个斗，最后斗得两败俱伤，你死我活，这才是给我重新开始的人生最好的礼物。是因为马总之前出轨的事情，林岩他因爱生恨，所以他找到了我，要我做伪证。他说马总转移了公司财产，这些证据全都是假的，一切都是林岩指使我的。温丽丽，我原本想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没想到你还是这样死不悔改。你虽然给的我是有问题的证据，但是在这些半真半假的东西中，让我找到了马成俊转移资产的真正证据。这里所有的转账记录都是马成俊利用其他几家公司进行虚假交易的证据。从表面上看起来，林氏对这些公司进行采买服务，可实际上他们没有提供任何服务。马成俊就是用这种方式转移走了我们公司的巨大财产，而且这些交易合同上每一笔都是你马成俊签的字。你昏迷了三年，这三年我对你一直不离不弃。我对林氏集团这三年也尽心尽力，就算你变了心，移情别恋了，你怎么能这么栽赃陷害我？各位董事，你们仔细看一看啊，每一笔交易签字的日期，我本人都在出国考察，不可能是我签的字啊。等你回国把这些文件签了，我们就可以给对方打钱了。以后这些合同都由你代签就可以了。这也可以？当然可以，你是我最信任的人，我的就是你的，将来这些钱就都是我们的了。好，我知道了。我有监控证明，伪造签字转移公司大笔资产的人是温丽丽，我们应该报警抓他。马成俊，你耍我！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保安，出去！过了就要认。马成俊，给我等着！妍妍，还记得大一新生舞会的时候，你一袭白色连衣裙让我一见钟情。当时我就发誓追到这个女孩，然后用一辈子好好爱她，呵护她。你爱我的方式就是眼睁睁地看着我从天台上掉下去。既然把话聊开了，我也不藏着掖着了。你真的以为我相信你失忆了？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啊。你跟我装失忆，不就为了逼我把吞掉的钱吐出来吗？你千算万算，没有算到我找了温丽丽这么个傻白甜当替罪羊。所以现在的局势不是我求你，是你求我。明天我就辞职离开林氏了，到国外定居。温丽丽伪造签字转移资产的事，我也会及时的向媒体公布。到时候林氏集团股票就会暴跌，就彻底玩完了。你爹挣的钱我几辈子都花不完。我好想老林董在世，可以亲眼看一看他苦心经营一辈子的林氏集团是如何一步一步被我搞垮的。陈俊，别给我嚷嚷。不过还好我有个习惯，把人逼到绝境的时候给他留一线机会，更何况是对你。我可以留下来，但肖默必须走。
你要我离开？我现在只能这么做，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林氏毁在马成俊的手里。是不是在你心中，林氏永远是第一位的？林氏是爸爸的心血，我一定要守护住他。只要你愿意，我现在就可以去解决他。你干什么？我不准你做危险的事情。我更不准你跟他在一起。萧默，你被解雇了。从现在开始，你不是我的保镖，我的任何事情都和你没关系。那我们的感情呢？我告诉你，我从来没有爱过你，这一切都是你一厢情愿的。你再说一遍。我不爱你。下属过来签字。谢谢。小莫，我还没有答应你的表白，我也没有告诉你我多喜欢你，我不准你死。我好像之前就喜欢你了，我对你说的那些都是骗你的，只要你现在醒过来，什么林氏那些都不重要，只有你才是最重要的。小莫，你醒醒，醒醒，小莫！我爱你，我爱你，你醒醒！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你没死啊！恭喜啊，肖哥，终于等到大嫂了，恭喜恭喜啊！你们也在骗我是不是？好啊，小木，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啊！你再打我就真死了。对不起啊，没事吧？只是追尾，医生说轻伤，没事。那刚才医生签字是？刚才是肖哥康复出院的签字。大嫂，你放心吧，肖哥身体可好？既然你身体那么好，那我走。哎，你干嘛去？刚才你说的话我可都听着了。我刚才说什么了？你说你爱我。这个只代表你被我遗丢了。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肖默的女人了。哎呦，肖哥，原来你这么会呀！去，预定，那就是说可以反悔的喽。我再盖个章，现在你没机会发挥了。不行，鸡皮疙瘩，明眼看，明天长针眼。走吧，走了，小哥，温柔点，温柔啊。关门。哎，好嘞。答应我，以后不管遇到什么难处，都让我陪在你身边，咱们一起面对。说的话你都听到了。你这么喜欢我，我很开心。看你说的传闻是真的吗？什么传闻？参军的时候，有一场战斗。
的兄弟们都被困在一个废弃的村子里了，我孤身一人去救他们，战斗很惨烈，那些不是村民，是恐怖分子，但我打败了所有敌人，救回了我的兄弟们，我也身受重伤，这伤就是那时候留下来的。那个时候的你，一定很痛吧？但还好我撑过来了，不然就不会遇到你了。身上的伤真的有关系吗？昨天晚上你不是检查过了吗？你要是没看清的话，我不介意让你再检查一下。不用了，你想吃什么我都能吃。别想抢我，你想吃什么我都会做给你吃。我想吃肉。你家嫂就吃肉吗？你干什么？你赶快停止一下你脑海中的想法。我说的是红烧肉，你想什么呢？你少来，知道你在想什么。我们之间错过太多时间了，要好好补偿。可是昨天你那么骗我，我还没找你算账呢。应该是你补偿我吧？可以侵占肉偿。不留了，算你犯罪吧。电话，明德，林董，赵董有事儿找您。你要知道，你始终属于明德，我一直希望的那件事我已经等不及了。什么？马成俊要找你收购股份？不仅是我的，他应该还收购了公司其他股东的股份，他很快会成为公司的大股东啊，会成为林氏集团的实际控制人。他哪来这么多钱？据说得到了明德的支持啊。明德？对啊，明德是咱们的竞争对手，他马成俊应该跟明德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那些内幕交易。哎，白小女儿，这事儿千万不能让马成俊那小子搞成啊，那林氏就变成他马氏的了，你一定不会让他得逞的。
没睡啊？啊，您今天下午去干什么了？回了趟公司。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吗？没事儿，一些琐事处理一下。怎么，一下午没见我，想我了？我下午给你们公司打电话了，他们说你不在。小莫，我们相处了这么久，我好像一点都不了解你。还跟我家爷爷藕断丝连呢？马成俊，你来做什么？你不会还喜欢这个萧默吧？啊？看来还真是啊。你肯定不知道，萧默从头到尾都在骗你吧？他已经结婚了。他户口本的复印件显示已婚，他就是个骗财骗色的杀猪盘。萧默确实结婚了，那不装了，看牌了。但我不是萧默。所以，按照你的说法，你借用别人的身份来临时工作，是因为自己的身份很特殊。有什么特殊呢？啊，又没有问题的话，干嘛要借用别人的身份呢？我不需要向你解释。从牢里边出来的犯人找不到工作，才会伪造身份呢。那你又是因为什么呀？杀人，还是放火？我有我的苦衷，请你相信我。不找个靠谱的理由，这么别找的理由，谁会信你？我相信你。刚才当着马成俊的面，我不想让你太难看。现在他走了，告诉我，你到底是谁？你来临时有什么目的？你和明德又是什么关系？这些事儿，我一时半会儿没办法向你解释清楚。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明德支持马成俊收购林氏啊？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和明德是有一些关系，但我绝对不会做对不起你和林氏的事。那你当初接近我，要林氏的股份是为什么？那只是我想留在你身边的借口而已。我想要的，就从来只有一个你。自从我被马成俊和温丽丽伤害之后，我就不会相信任何人了。是你的出现改变了我，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相信的人。可现在我却发现，你一直在骗我。林言，我知道。
您实在你心里很重要。这件事我现在没办法解释清楚，等到了合适的时候，我一定。什么算是合适的时候？我就不该让你做我的朋友。我想跟你谈个交易，我可以帮你夺回林氏，事成之后我要你的一半股份。我凭什么相信你？因为这个世界上只有我可以帮你。这么多年你去哪儿？为什么突然回来？你到底有什么目的啊？你要林氏的股份干什么？这些不用你管。事成之后，我可以给你林氏15%的股份。这跟我之前想的差太多。你之前怎么帮爸爸，现在就要怎么帮我。我之前是林总的助理和贴身保镖，所以你的意思是，也想要我24小时贴身保护。我们之间只是雇佣关系，你只是我的朋友。你要明确你自己的位置。我答应给你的股份，你不想要吗？我真正想要的从来都不是我。我想做你的男人，保护你。这句话我从来没对任何人说过，这辈子也不会再对第二个人说。林言，我喜欢你。你走吧。再也别见了。这大门改换新合金的，这破玩意儿隔音不好。这办公桌改换胡桃木的，高端大气上档次。再加个按摩椅，这以后我日理万机的。马成俊，我对我的办公室很满意，不需要你劳师动众。林岩同志，你误会了，我不是在装修你的办公室，我是在装修我的办公室。你什么意思？我不知道。跟你分享一个好消息，我收购了林氏集团55%的股份，现在我是最大的股东，绝对的控制人。以后林氏集团啊，没有林董了，只有马董。林氏马董事长，你不觉得很滑稽吗？哦呦，这个意见好，得改名，不叫林氏集团，以后就叫马氏集团。林氏已经被你掏空了，不过是一个空壳，你买下来有什么用？因为你爹，当年你爸一直看不起我，觉得我这辈子都不会有出息，我就想他在地下看着他最器重的林氏集团是怎么归了他最不器重的我。马成俊，吓我一跳。但我知道你不会眼睁睁地看着林氏集团被毁掉了。你到底想怎么样？我想要你，
只要你成了我的女人，我就放过林氏。这让人恶心。你骂我？不过我向来不喜欢强迫别人，这笔交易成或不成，你说了算。这个世界上只有我可以帮你。一个人演苦情戏呢，啊！你来干什么？听说萧默儿把你给甩了。我早跟你说过，那小子不是省油的灯，就他长小白脸那样，身边肯定一堆女的。你放着好好的马太太不做，非要给他当小三儿，你说你贱不贱？滚！我今天来，就是想再给你一次机会，只要你愿意再回到我身边，做我的女人，没准我一高兴，又让你做马太太。我让你滚！不让我报警了？报，现在就报，明天我就让林氏玩完。你。听见没有？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我没有，放开我！别动！我告诉你，你就是犯贱！我这么优秀爱你的男人，你不好好珍惜，你非要跟一个臭保镖！他怎么不救你啊？他人呢？我告诉你，你要是现在温柔点配合我，我还能怜香惜玉，不让我弄死你。告诉你，你要现在温柔点配合我，我还能怜香惜玉，不然我弄死你。啊！还敢打我？放开我！等会儿，等会儿再收拾你。喂？什么？你等等啊！陈董，咱不都说好了吗？把你那5%的股份卖给我，价钱不合适咱可以商量。喂，陈董，陈，什么玩意儿啊？背信弃义。喂，什么？明德不支持我了，还让我立刻还钱？搞什么？啊！之前收购林氏不是说好的吗？为什么突然叫停？玩我呢？我没有这个意思啊，我可能是太着急了。我就是想请你继续借钱给我，完成对林氏的收购。其实我已经完成一大半了，明天，过了明天，我就彻底的搞定了。明天以后，林氏跟明德就不是敌人了，那就是朋友，就是家人。
乔木啊，是不是还差百分之五？你没机会了，那百分之五被我买。不可能，怎么会是你？在你不能完成收购的前提下，明德还将撤回所有投资。另外，合同里写了，如果你不能完成收购，将以3倍投资款赔偿给明德。保安，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放开，放开！小哥，小哥，我错了，我有眼不识泰山啊！小哥，求你给我点时间，我现在拿不出来这么多钱，我一定把明德的钱还上。你给我时间，林岩我不要了，我把林岩送给你。小哥，王成俊，你有种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我最后警告你一次，如果你再敢对林岩有一丝不尊重，你合起伙来坑我，对不对？啊，小莫，我记住你了。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收回了对马成俊的资助。那么，你是不是也该兑现你之前的承诺，回来接手明德了？答应你的事，我不会食言。太好了，那今晚咱父子俩一起吃个饭，好好的庆祝一下。我还有事先走了，记住你说的话，以后不准再插手林氏。王指导，你别伤心，少爷也会体谅你的苦心的。伤心什么呀，我高兴都来不及了。看到没有，我儿子刚才终于肯主动跟我说话了。你干什么啊，马成俊？我说过了，我股份不卖。我今天不是来买你的股份，我想让你买我的股份。啊，你跟我外甥女儿在打收购战，你让我买你的股份，我找抽啊。那行，那这样，股份的事不难为您了，借我点钱，让我把欠明德的利息先还上。想让我帮你？那是我外甥女儿，我们是一家人，我怎么可能会背叛我的家人呢？舅，过去3年我在林氏给你多少好处？啊？你说的什么东西？我怎么听不懂啊？你不是神经病吗？你，哎。狗东西！我错了，爷爷，我错了，我错了，爷爷，那你一定要相信我，是那个温丽出的主意啊！我一时鬼迷心窍，我听到他的撺掇我才去收购林氏的，都是他逼我的。你之前不还耀武扬威的说要把林氏变成马氏吗？这么快就对我扬威起脸了？爷爷，明德现在让我以3倍的价格把钱还给他们，我哪有那么多钱？明德，你知道的呀，他们有100种方法能够弄死我，你不可能见死不救。爷爷，我就求你最后一件事，帮我去给萧猛说说情，好不好？我求你了，让明德放我一马。什么意思？爷爷，都这个时候了，咱们之间没有必要装了。我狗眼不识泰山，我不知道小莫是明德的继承人，我绝对不会反对你们俩，我给双手赞成，我一百点支持。爷爷，求求你们了。爷爷，求求你，爷爷，你滚吧。爷爷，我永远都不想干净。爷爷，求求你，爷爷，滚！我不知道小莫是明德的继承人。我和明德是有一些关系，
但我绝对不会做对不起你和林氏的事。小母，你究竟还有多少秘密是我不知道的？萧默在哪儿？萧哥已经很久没来公司了。萧哥不是应该跟你在一块儿吗？大嫂，你不会跟萧哥闹别扭了吧？我先走了。大嫂，等等，要我说呀，你别跟萧哥闹别扭了。萧哥对你真的挺不错，你看我跟萧哥这么多年了，我就没见过他对哪个女的这么上心。你等一下。你看一下吧。3年前，萧哥知道你跟马成军结婚，满心悲伤，去了国外。他以为这辈子都没有机会再见到你了。后来你结婚当天出了事，萧哥放弃所有的一切，毅然决然回国，就守在你身边。就连现在的这家公司，他都是为了你而开的。他就希望在你醒来的时候，他有足够的能力能够帮助你。我之前是林总的助理和贴身保镖，所以你的意思是，也想让我24小时贴身保镖，是吗？这些都是萧哥收集的你这3年来所有的医院诊疗报告。萧哥每次拿到后，都会仔细翻阅做记录，他一直都在等着你醒过来。那时候萧哥每周都会去医院看你，3年来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都会按时去，从不间断。有的时候我好像不能感觉到有一个人陪着我，虽然我看不清他的脸，但我能感受得到他。夏天的飞鸟飞到我的窗前唱歌，又飞进去了。秋天的黄叶，它们没有什么歌声，只叹息一声，飞落在那儿。世界而言，你是一个人；对于某个人，你是他的整个世界。小母，原来这3年一直陪伴在我身边的人是你，我却什么都不知道。为什么？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错怪你，我没有相信你。小母，你在哪儿？我想见你，你放开我，你现在就走。修哥，大嫂可能出事了。
再找林岩是吧？你爸林岩怎么了？准备好我要的钱，然后安排我出国。想要林岩，自己一个人过来。干不尽的活，林岩的安全我就不能保证了。小哥，杀嫂吗？我立马召集兄弟，你们都别动，我一个人去。任哥，人来了。行啊，萧默，敢一个人来。林岩人呢？别着急啊，他好好的呢。你要的钱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打到你账户上，出国手续也办好。还得是我萧总办事效率就是高啊。林岩人呢？在我心里。我问你在哪儿？我就想看你着急的样子，我知道你在乎他，放不下他。你想到我的女人跟你这种人扎在一起，我一刻都忍不了。不用忍，杀啊，干他！成军，别动，安分点，别动，放开他，放开他，那要看你怎么表现了。你想要什么？我要的多了，就看你愿意为了他做什么。你想要的我都可以满足你，都可以。我要你现在给我跪下来。不要，不要听他。你不要听他，你听他的。跪呀，跪呀，跪呀，快点，跪呀！小莫，不要听他的。跪！啊！你要干什么？跪着爬过来！你疯了！我就放了。趴下！趴下！你别听他的，小莫，不要！快点！你不要听他的，小莫，不要！爬过来！不要！快！马上就你这个王八蛋！不要，小莫！过来呀！子豪说话算话。当然，我就想看一看你能为这个女人到底做到什么程度。小莫，不要！
不要去跟着他！你看，这就是你小子，你来担一下。你说是糊涂蛋，你让他们停下吧！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让他们快停下吧！哎，老陈姐，你不是很能打吗？啊？怎么也有今天这个地步？起来，起来啊！香木，香木，你没事吧？啊，对不起，我好想你啊。
马成俊人呢？抓到他没有？马成俊被温丽丽用车撞到了头，估计永远也醒不来了。温丽丽故意伤人，证据确凿，估计要坐牢。警方已经介入调查了，但因为现在他状态精神失常，还在医院治疗。这两个人罪有应得。小莫，我有个问题想问你。明德对马成俊撤资，是不是因为你？那你为什么要改名换姓呢？他对我妈很不好，我妈从生病到去世，他从来没去医院看过她一眼。我妈刚离世他就再婚了，所以我不喜欢他，我不想见到他，也不想让他知道我在哪。那小的时候你过得一定很辛苦吧？还好我遇到了林朵，他会照顾我。我刚才做梦梦到爸爸了，在梦里他把我交给你，让你好好照顾我。小莫，我都知道了，这三年来一直陪伴我的人是你。林董去世前的确吩咐过让我好好照顾他，但我所做的这一切只是感谢林董的知遇之恩。那你对我的感情呢？你好好休息吧，我先走了。你要去哪儿？你是不是也该兑现你之前的承诺，为了接受明德了？答应你的事我不会食言。我已经帮你夺回林氏了，也完成了林董对我的嘱托，我该回明德了，履行我的职责。所以你要离开我吗？对吗？明德和林氏是竞争对手，而且我已经答应了父亲了，不再插手林氏。小莫，小莫，小莫，你能不能不要离开我？我们回到从前好不好？我真的很怀念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小莫，小莫，我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小莫。之前怎么帮爸爸，现在就要怎么帮我。你想要我24小时贴身保护是吗？不管你在哪儿，我都会立刻出现。你让我陪你。
既然是演戏，那就要演得逼真一点。到时候你可千万别后悔。从现在开始，我正式执行。白秀女儿，你怎么还在这儿呢？怎么了？你不知道啊，网上传疯了，明德集团的继承人萧默要和杨氏集团的千金商业联姻，婚礼就在今天。现在有请新郎沈亮登场。新郎，你愿意娶对面这个女孩为妻，生生世世在一起吗？不愿意。我不愿意，你不准娶别的女人。不该误会你，也不该赶你走。你离开的这四天，我每一天都在想你。每次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你都会出现在我身边。你就是我的守护神，我不能没有你。从现在开始，你是我的第一位。以后不管发生任何的事情，我永远选择你。相信我。你现在不愿意也没关系，我等你，以前都是你等我守护我，现在换做我等你，我会一直等到你愿意的那一天。Thank you.
find so hard for a way out. Feeling like you're trapped inside, no place you can run and hide. Looking for a light that'll stay. You'll be safe and sound. I'll be right there when you're falling down. Rest your mind, cause I'd walk the fire. 不是说要一直等我吗？这么急着走。当初你要我帮你，我说事成之后满足我一个条件，我就跟你走。我记得了，你当时还说还没有想好。现在我想好了。这就是我要的条件，我想娶的人从来就只有你。你给我听话了，现在我是你的人，我愿意跟你走。你真的为他起起怎么想的？我爱你，永远是你一个人的宝贝。